我會如實報告中央。 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不無感觸。我希望今年特首選舉是最後一次的特首選舉，用小圈子產生。2012年，我們每人手上都有一票去選特首。 我要為一些冇權冇勢、冇錢冇票嘅普羅大眾去參選。咁既然你講過話，局中央合作係呢個寄生蟲，要解釋國家聽，咁樣做法點樣為香港好，點樣為國家好？呢個先至真真正正可以做得到嘅。未行做之前，我一定要唔係單純用個口號去話俾佢聽，我要幾年幾年做。 佢哋好嚴謹嘅，佢問你做啲咩呢？我哋話聽我要想咁樣做，咁樣做點樣為香港好呢？咁樣點樣為國家好呢？你一定要有充實嘅資料，然後做呢樣先能夠有說服力嘅。咁啊，先天不足，後天都失調喎。政府連自己，我真係唔明白，即係點解會咁難呢？發展咧就轉移往國內咧，爭取就成立。請你。 請在場嘅工作人員協助啊，梁國雄選委離開會場啦。報告裏邊咧，我特別咧係着筆咧係講我點解能夠。